啊，这个台南山野因为疫情的冲击，无地运销，农会来启动着出击品山野的加工甲收购的作业。农会讲会尽量来收，帮农民来渡难关。不少农友将几台车的山野，不是再去市场卖，是再到南社区农会加工厂，打算要交农会来做山野干。农会总干事郭富文讲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农友采收下来山野拢无销。市场就是公布就是北上啊，就是有一些都被退回来。总干事表示，讲目前冰库有二十万台斤的山野已经无法度去收啊，因为就山野量伫北部。我巷口，伊伊无多，来甲这农民销出去，所以讲农会者，尽着最大的这种，来甲收，甲农民尽量收工。农会收的山啊，品质拢是有三四级以上，所以讲总干事郭富文嘛强调讲，看到农友辛苦种出来山啊，无多运销甲批发出去嘛，替这农友感觉唔甘。农会尽量收，就是要农友无后顾之忧，好一级的山啊，有更加好的绩效，来增加农友的收入。